你的衬衫，任何人都可以说你没有看时装的眼光。我感到很烦，魔球侮辱我的眼睛和我的衬衫，说他们的颜色很单调和沉稳，我马上需要新的衣服。其实你爸爸和我赚的钱不多，因为我们没有搞新的工作。你觉得这个衬衫好看吗？你试一试这个吧，这个应该会好看你一点的。我感到太困惑，所以我觉得我在经历很重大的变化。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青少年，也不是一个孩子。